单元今天现场相声花树宅演绎者郎浩辰、杨九郎。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热情洋溢的掌声。谢谢啊，当然您的掌声要是再热情一些呢，就更好了。谢谢。都是送给我身边这位，他化名的，不能这么说。德云社的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，大点声。好，说你话筒没一个字儿，我给你大点声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师哥，姓杨，叫杨九红。哎，等一会儿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先叫清我这职业再说。我有点紧张，姓杨，叫杨九郎。哎，是我。好，谢谢。真是很难。三庆园呢，我们轮换到这儿是德云一队，他们是一队，我们是一支一支的演出队伍，不在一起。对，我以前也是一队。对对对，我们之前合作过，我们以前就被开除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我跟九郎哥呢，上次合作还是在上次。对，上次呢是这一队啊，就是这废话文学。对对，这是我们一队的风格，这是你们风格。穿过掌握大门，我们走的对。2016年吧。到今天，您是多少年了？这是又三十多年了。您三十多年没在一块儿合作。二十多年。2016，现在是2023。对，多少年了？反正不少年了。他也算不上来。七年了。是七年没在一起合作过，难得的机会。我在一队啊，九哥在八队。对，我也非常想念啊。是吗？没有在一起合作讲相声，我们约一，还是非常的紧张。紧张中又夹杂着一丝兴奋、高兴。哎，就是盼了七八年，真的是盼七八年。我们又能同场合作，是站在一起讲相声，这么些年，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宿便，宿愿。宿便，赶紧排出来吧！我确实紧张，看出来。跟您合作，我确实我激动，宿愿激动。我喜欢跟他一起说相声。哎，我们都美着呢。哎，小剧场当中呢，基本上也不好见到九郎师哥了。谁说的？谁说？这两天演五个，还怎么？跟多露一点，我两天演五个，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七天演几个？七天也演五个。七天演五个，那为什么非就这五个？确实很难见，我也同意。但是一有机会呢，还愿意出现在小剧场。是，这不没人吗？对，我要是队里太惨淡了。对，哪能那给我来一电话？那什么发呗？对，谁？谁？反正海平，你说呗，我也过瘾。
有的是蛤蟆。对，人家蛤蟆就是多。这好听吗？这个老话合辙就行了。我不能这么说。大鸭子不是，家大业大啊，有的是骡马，有的是河马。对，那骡河马干什么呀？骡马先生嘛。哎呦，骡马，骡马，大骡子大马。嗯，您家可以说是良田千顷。对，树木成林。嗯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躺，票子成刀，剑钱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彩缎成箱，簪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姐妹成恨，兄弟们成仇。我们家都打起来了。不是，兄弟们和美。哎，对对，那也特别和睦，关系都好着呢。哎，我们毕竟呢，早些年在一起合作，是，而且合作了得有好几十场。哎，很了解，是吧？嗯。对九堂哥家里还是很了解，也懂聊啊。您家那个上辈儿，嗯，老哥仨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一个大爷，还有我爸那辈儿，还有一个三叔，是，他父亲的行二，是不是这哥仨？这哥仨，哎，人都特别好。嗯，他大爷忠厚，他的姓，他三叔诚实守信，都是好人啊。他父亲呢，梁先生老实巴交，忠厚传家久啊，师叔敬事长，这是南方，女方那边更好。女方呢？女方就是，嗯，您大娘，对，您母亲是，还有你婶子，嗯，这狐狸们，这妯娌们，什么？您说明白，等您等，您等会儿，我拦您一句吧。啊，拦随便。是妯娌们，是狐狸们啊。啊，你甭管了，他怎么不管？什么不管？您得管我呀。什么好主意？打我！你什么好主意？王八，你别想动我。我问你是妯娌，是狐狸，妯狐狸。行吗？满意吗？这狐狸太轴了，是不是？轴什么呀？轴里轴里，别生这么大气，跟谁呀？这是天天轴里怎么大了大啊？你一看你还紧张？别紧张，你轴里这些轴里，哎，没吵过架，哎，没抬过杠，是跟亲姐妹一样，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。那这话说的对，嗯，和睦大家庭，总结总结，对一半，是不是？还对一半，和睦大家庭那不上辈吗？那错哪半了？您这辈儿没那么多人哦，是这辈儿下边人丁并不兴旺，是你大爷没儿没女，对，你三叔不孕不育，一人得俩人病，你爸又没儿子，对，大家庭是什么情况？以前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来找你家哥，先等，别找你家哥了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不是，我得真得拦你一句了，这是拦我四句，不是。我爸爸没儿子，那我哪来的呀？你是那个黄泉来的？对，我哪问你方向？我们这边开车过来。不是，我问你，我哪来的？哪来的？怎么什么哪来的？你刚才说我爸爸没儿子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爸爸有你之前没儿子。嗨，这不是废话？这不是废话啊！如果说您还有一个哥哥，老爷子有你之前是不是还有个？儿子啊，这话倒对，对吧？是，我想表达的是，哎，除了您，没有别的后代，没有别的孩子。哎呀，无苗吧，无生子。是，大爷那边没儿没女，嗯，三叔这边也没孩子，那是叫什么？就这么一个后代，嗯，千顷地一棵苗啊，我就这一棵苗，你就你一个人苗。对，这老哥仨就你这一个后代，嗯，那能不疼你？那太疼我了。能爱你，从小就疼。这老哥仨拿你，嗯，就当活宝，就这么爱你。老哥仨拿你，嗯，当心尖儿，就这么疼惜我，心头肉，嗯，老哥仨拿你，嗯，当命根子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老哥仨拿你，嗯，当眼珠子，有人多爱。老哥仨，嗯，就一个眼珠子，就那么俩瞎子一独眼龙。我说了，你说你就这意思，你我上来这九分钟不说瞎子这俩字儿了，你还看着表呢？你还算了，我直不敢提这俩字儿。哦，我说了，你先等，你先等，我问问你啊，那怎么仨人就一个眼珠子呢？不同啊。哦，这比喻，比喻，好比有一个眼睛似的，那么疼，有修辞呢，咱就是老哥仨关系又好，平时形影不离，亲哥仨呀，天天得在一块腻乎着。是，谁要有事出门，哥仨必须一块走。对，一块去。您父亲走最前面，是那时候俩扶着他肩膀。对，还是俩瞎子独耳聋，你看看，得您精髓。好，哎，可以了，撂下，看，还我爸走最前头，对，他最前。
对，就我爸有一只眼睛嘛。对，那就对，像话。关系近，咱们那块搀扶着点，保护着点。那也不能竖着走，这干嘛呢？高兴的都还是你想。你说关系近，遗传。不提这个，咱说母亲吧。提我妈呀，你小时候还是妈妈最疼你。是，我爱的是最伟大、最无私的，没点能体现啊？当然，今天这二零三的观众朋友，你说好家伙，这一上来不是看表就是数人儿，你看这二零三的，也是咱家好。是，你说着说着，什么事儿？体现体现啊！你母亲有多疼你？就是说，你小时候吃奶，吃到几岁？让我大伙羡慕羡慕。这就问，舞台上都问这个，这挺隐私的，这边什么叫就舞台上才说这个？打灯谜好不好？哎，说这个，说这个啊，有捧哏，有捧哏拧腕儿，我都没拧腕，不行不行，您这玩意儿有点隐私，我不能哦，这对对对，行了，小点声儿行。不是，您看您一会儿这边排团体。跟我一个人说没有问这个，您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不是你别闹，咱那么好关系，我知道行吗？我不说，我也不传你，你吃点吃点，你保密，保密，保密，保宝宝，保宝宝，保密，保密，宝宝，保密。这名字好听，这是喇叭起的。这不是杨九郎，这是你要是离不开喇叭，
爷是喇嘛，万万没想到，离不开喇嘛，不是喇，不是喇，单纯的就是有学问，他是个塔嘛。菊花
花梅花京东这日式烂金西铁城纽威一威一威波威博地，左手拿着个小闹表，右手提着八音盒，头顶大座钟，怀揣挂表，脖子套上子母钟，嘴里叼着一块石英电子表，未曾走道那是叮当的乱响。这是我爸爸戴表，这是给钟表店搬家这是。